宫颈病变分为几种，一个就是是我们所说的它良性病变，就是说糜烂，还有它就是纳囊，就是宫颈的腺管堵塞了，它就形成一个小囊肿啊，小囊肿、小纳囊，那它属于良性病变。那我们就是是可以，它很轻的时候，我们去给它保守治疗，保守治疗就是用一些药物呀，啊，局部的消炎，促进上皮恢复。 啊，这些药我给他治疗也可以，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，就是在分泌物没有改变什么，也可以不治疗啊。但是如果就是是我们做了宫颈图片以后，因为它往往就是这糜烂一个表现的严重改变是个良性，但是在那宫颈癌前病变或者是早期的宫颈癌的时候。 它也有，就是表现是这样，图片子就是为了排除它这个。如果它这个图片出来有可疑，我们所说的那个液体细胞图片，它往往有一个异常的细胞出现了，啊，或者是 HPV 就人乳头瘤病毒检测以后，高危型人乳头病毒显示的是个阳性，那我们就要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，需要在阴道镜底下看一下。 阴道镜底下，它是一个把这个局部组织放大了四十倍，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上皮的变化，看到它的血管的变化。在可疑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可疑它有癌前病变或者癌的地方，那我们取一块活检，取下来这块活检，我们要送病理科，在显微镜底下再确诊。啊，根据确诊以后，它是普通的炎症，那我们就一般的处理，要我处诊。它是癌前病变。 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锥切、啊，啊，呃，当然这就是有些年轻的病人，那我们就根据不同的，呃，年轻的、要求生育的，那我们看他病变的程度，我们再给他处理的方式。那要是早期的宫颈癌的话，那就是必须要做手术。